我和洛雪一定会担起两个集团的重担。幸好有知景和佳佳陪着我。姐姐有没有想我啊？放心，有我在。人可以不要，但是洛氏集团非我严家莫属。我才是掌握丰城商业帝国的继承人。我发现知景出轨了，放开我！雪儿，我们谈谈吧，雪儿。我，你放开我，你听见没有？ 言之景，我洛雪一定会把所有属于我洛家的东西夺回来。洛氏集团里，你不是孤军奋战，除了我，还有几位一直跟随爷爷的董事。你要趁现在尽可能收集一切有利于你的证据。所有的证据都在这里。言之景擅自违背我的意愿，签署公司协议。 我提议罢免他的代理董事长职务，我要让他体会到我的痛苦。今天过后，洛氏集团就是我跟言之景的了。洛雪，好了。